民众选购产品，篮子内装满满，结账时拿出三倍券消费，好康不止如此，搭配农油券再折抵250元。先是你的身份证字号。农委会寄出的农油券总共500万份，分两阶段抽奖，民众只要在14号到18号上网登记，19号抽出250万张。不少第一梯次中奖的人已经开始使用。政府给的，那我们就来过来，刚好给我们一个机会来看，多多少少一点补贴啦。另外，国家歌剧院过往到假日人潮总是相当多，在这边就有机会可以使用到易放券。大人带着小朋友来逛歌剧院，易放券使用范围包括电影院、博物馆和演艺厅。从18号到20号，透过手机 APP 注册，21号直播抽签。这一包多少？客家产品吃的喝的应有尽有，客委会则是有客庄旅游券，22号到26号线上申请，隔天公布抽签结果。去年我们大概有1%左右的成绩啦，那我们希望今年我们可以再接再厉。上健身房观看体育赛事，或是买运动装备能用到的动资券，20号到26号同样得上网登记，有机会抽中500块钱。像是有三倍券、安心旅游补助、易放券、农游券、动资券和客庄旅游券，全部加起来的价值高达7150块钱。多多少少啦，没有，还不错啦。除了三倍券，其他几项优惠券都是电子票券，民众能到各单位网站或是 APP 注册，登记后等待抽奖，就能够好康再加码。记者彭志明、许玉文、王柏英台中苗栗采访报道。